对不住，不是小看你们，也是我看错了，该打屁股啊！哎，没有，不是你们，大家都搞错了。我们的呼吸叫呼吸，呼出去叫出息，如将来息将来叫如息。安乐波罗白文出如息三样哦，你注意哦，大家把这个书附经读错了。出入息，一出一入，呼吸是生灭法，一来一往。你体会一下看啊，你们先体会哦，一边写字一边体会，这是关于你们真正修持的，不要听我吹牛哦，不然你白听了，我也白讲了，没有道理。你自己一边开眼也好，闭眼也好，一边听一边观察自己的呼吸，我们的呼吸出去进来中间有一刹那停留的，出来出去进来进来出去，这个中间交界的时候一刹那空荡，所以叫你修出入息。又就像现在的晚上，今天哎，现在好像风平浪静，白天风很大很冷。假设你现在注意出息，不要注意入息，把它一放出去了以后，你心念一停，停那一下，不呼不吸，那一刹那之间，你试试看，你马上感觉到也不冷了。也不同了，你诸位试试看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看我脸上，我们脸上没有你的秋入息，秋入息在你那一边，啊，一秋一入，不要故意哦，让自然要呼吸，你看等一呼一吸之间，秋。入息，这个一定做了以后，你当下气好像很短暂哦，气也慢慢好像活动了，定住了，念头思想杂念也少了。大家搞错了，数息，这个呼一息，这个停住之间，你开始勉强的忍一下也可以，你停住一点，这样一来回停住这一下，把它记住，记住不是呼吸咯，那是思想了，叫做一次了，这叫数，然后再去出入停住，慢慢越停的阶段，这一段不呼不吸越来越长，第二次数二，所以叫做数息，数这个。那么一般跟你讲说出息，或者是出去的时候计数，或者是入进来的时候计数，你只要记个两三次五六次，只要心念转移了，你就跟到气息停住，不要转了，那就是随息，很快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哎，诸位大菩萨们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哎，你们都是我的父母啊，我讲清楚，爸爸妈妈们啊，听掉，不要浪费了，试试看。真的听懂了，恭喜你们，修智慧，福德质量，智慧质量在加深，很快就上路。所以习在止息，习也就是休息，休息就是念定住了。哎，你看有好几位懂了一点点，慢慢去持修去走就行了，
先有的面相慢慢自然。好，你懂了这个论题，就告诉书，而且要想得再定慧，要想得成神通，就开智慧，非常的快。所以我汪曼老看了我那本《如何修正佛法》，他提出来，你们看看，释迦牟尼佛教儿子修行的法门是这个。但是大家看经典，包括这些人看经都乱看。佛这么说呢，在阿含经上说的很多，习场、知场叫罗侯罗精在，罗侯罗精在是他的儿子嘛，他也把他弄来出家了嘛。啊，罗侯罗精在佛的儿子，到现在还在这个世界，他没有死哦。释迦牟尼佛吩咐四个人还暂时不死的哦。流行居士迦叶精在一个，罗侯罗一个，宾陀罗精在一个，精陀般不太一个，四位罗汉还没有死。为什么那个就是长生不老？为什么呢？修什么法门？你们去念着。佛告诉罗侯罗法门：习长知长，习短知短。它叫做习冷知冷，习暖知暖。大家一看了这个书啊，看了这个佛经啊，认为都看懂了啊，习你们自己下就改，大家都这呼吸，呼吸场就走到呼吸场，在那里练气功了。因为这个，把简单的文字搞复杂了。习场一呼一吸，一生灭来去以后停住了，不呼不吸。这个时间长，知道长了；这个时间，这是一下就过了，知道短了。习长知长，习短知短，是这个道理。这下帮助大家都懂了吧？啊，你试试看，不能讲多了，讲多了我都稿友一样都卖完了，明天没得戏唱了。不过在休息以后，修这个阿罗波罗的法门，成就是非常快的，转变生生气质也非常快，再配合止观，配合般若，配合显教密宗，各种修法是非常快的。那么在修这一个阿罗波罗这个以前，那么在六妙门上也讲到了，假设身体要不舒服，有六个字你们都晓得了，都晓得吧？六个字治病的方法都知道吗？又来了，都知道不知道？记得不记得？啊，火，你写嘛写嘛，不要等我来了，晓得六个字。吃吸，哎，对了嘛，吹，哎呀，吸，欢喜的喜，口字旁一个，还有个诗，喜。那个字写出了脖子，那个写字怎么写成这样？房子倒塌了呀，改变成两层了，连起来了哈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